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呢是我们的车间啊，看现在没事做，很多人就等着下班，就直接站在那里玩。你看这边这条线就直接倒闭了，没人了，线都开不起来。我们这条线呢现在也没事做，来就站在那里玩，就在倒闭的边缘。对面那几条线呢也没几个人了，人呢就是稀稀少少的，也就是站着聊天啊。这样子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了。